小米11T Pro 不了。老细，呢坛大嘢嚟噶 ，Pitch 全新小米手机11T Pro 嘅广告啊！哇，你系咁推埋嚟，你咪好明显啦，卖紧广告。跟稿读啦，聪哥，我好多朋友都用紧小米嘅产品噶。好多朋友用，我冇朋友用喎，因为我都冇朋友嘅。有冇钱收先？有钱收冇所谓啦。不如睇下其他品牌发布会，参考下先啦。行嚟行去，完全都唔知道有咩新意喎。你唔系 fans 啫 ，fans 就睇到噶啦。咁十一 T Pro 有几 Pro 先？支援120W 充电，特快。咁犀利？睇下。哇，死得啦！71分钟，差到出年。你瞓隔篱牌子嘅聪哥，11 T Pro 17分钟就充到 100% 啊！睇过。哦，佢系来自苏格兰上国际线路电子点火反坦克双涡轮，仲讲呢啲你拗唔拗啲啊？其实佢来自德国莱茵安全快充系统认证先真，快唔快？快啊！系边个？仲有咩卖点？镜头啦，1亿像素。睇过。我已经 print 咗个1:1人形相，用11 T Pro 影噶。咁大胆你？嗰边嗰边。诶，哇，咁有型啊，识得噶。哎呀，来，嘿呀，哎，真的啊，聪哥，咁应该点 sell 咧？仲谂巧，用星？咁用边粒星啊？啊？我系林敏聪，佢系小米11T Pro， 临出门劲问水，都充得满嘅手机，17分钟充满100%。Big time for yourself. It's me time. 小米11T 系列。睇下其他品牌发布会先啦，参考下啊嘛。呢个边栏过嚟噶？71分钟死得啦！嗰班友照镜咪差到出年。呢份隔離牌子嘅聰哥，三審嘅，就充到100%。你又噴我？哎呀，我又噴你啊！對唔住啊，我會收下啲口水啦。咁大膽，丟你個奶！咁用邊粒星啊？我問緊到我啦。